果未订阅我哋嘅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啲影片啦。另外亦都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咧，俾个 like 我哋，咁就可以喺 Facebook 里边睇到我哋嘅最新资讯啦。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欢迎收睇自家兄弟频道，我系阿汤。嗱，今次带大家嚟到江门咧古兜呢一边嘅。咁相信大家咧一听古兜呢边都知道啦，浸温泉嘅圣地相当之出名噶啦，地下嘅嗰个温泉嘅资源咧系非常之丰富嘅。嗱，嚟到呢一边就冇理由介绍话系啲商业嘅盘俾你噶啦，或者有啲咩投资价值等等。所以今次我哋呢条影片嘅封面同埋标题都话咗俾你知啦。如果你系谂住纯投资大赚的话咧，你可以悭翻唔使睇。但系如果你本身系中意呢一种有温泉嘅新盘嘅话，咁我相信咧呢个盘你系可以考虑一下嘅。不过都系嗰句啊，如果你认为而家航拍画面里面见到，哇，真系似乎方圆一公里都冇咩其他嘅屋苑发展，都系田地啊、水塘为主，冇错系事实嚟嘅。未来咧都唔敢同你讲话呢边咧啲楼会起到嘘嘘声啊等等。咁但系调翻转讲啊，正正有人咧系中意一种宁静嘅环境，中意呢个屋苑咧系有温泉道湖。这个呢反而是他的考虑点。所以我在这里封面和标题都开宗明义跟你说一声，你想着是希望购买一个产品回来是要纯投资的，有一个高回报的，未来卖出去要大赚，不要想这个盘了。这个盘是适合自己用的，喜欢温泉这一类环境的人士才考虑。今次这个楼盘的名字就叫做白营渔泉湾，顾名思义以温泉作为卖点，和整个盘都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温泉楼盘。大家都可以在航拍画面里面看到楼盘是附有一个假日酒店的，所以它本身也都是一个小型的度假区。楼盘的楼宇也都不算很多，现在你航拍画面里面看到的规模基本上可以说一眼看完就约莫是这样的占地这样的规模，不似得某一些温泉大盘这样。但是规模相对小一点也有好处，相对地它很快就可以完全完成整个工程，也都不需要说考虑到它个盘太大，未来的可能几期啊，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会不会是规划烂尾起不到啊等等，不需要担心这些了，因为楼盘占地就是这么大，我相信它也都没什么必要一定要在附近继续拿地去发展，除非这一个的温泉度假村是发展得非常成功的。在这里也想就着之前有一些观众的见解和留言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的。最常见的一种见解就是说，如果那里他觉得长租都是非常便宜的，即是租一个单位下来其实可能讲的那个租金很便宜，他就会情愿选择租，又或者他认为人家都只会选择租。我这件事就不是很认同的。第一件事，在我过去从事多年这个房地产的业务，我遇到不少的客人呢，其实他们都说投资国外楼他的想法不是要赚的，他也都预计可能在若干年后有机会折旧，但他都情愿要买，这个是他个人喜欢拥有的一种想法，记住是拥有。即使有一些买家他认为那个物业不会升值，但是他喜欢那个环境，喜欢那个户型，他喜欢拥有那样东西。我打个譬如，很多人呢买一些可能不太实用的跑车、靓车等等，他可能就是喜欢拥有那样东西，拿出来给人知道他有这部车。如果你告诉人我是租车的，又或者实用一点说，我每次出门都是搭的士，其实可能还便宜过养家车。纯粹以支出去计，我都相信长搭的士可能还悭过你揸车，因为你揸车要后面泊车、买车，跟着啲保养、维修费用、保险等等的嘛。你买部靓车更加不止啦。到你卖出去的时候，车会不会保值呢？有一定的保值力，但是一定计埋个折旧落去咧，随着时间就越来越便宜，可能咧买落嚟冇耐，放翻出去都系得翻七八成的价值啦，过冇几耐就得翻五成，如果再揸得耐啲，开得多啲嘅话咧，可能得翻两三成嘅个价值都未定。但系会唔会因为计落条数唔系好着数就冇人买车呢？我相信就不会的，因为一来有些人喜欢自己揸车，二来拥有一样东西和去租用一样东西绝对是两件事嚟嘅，所以有些人话长租酒店可能仲着数过你拥有一个物业，冇错，你可能计数嚟讲就是这样嘅。不过有些人是喜欢拥有嘛。嗱，呢个项目咧五十零万就可以入场噶啦。而家我哋事不宜迟，马上交俾 Jerry 带我哋入去睇睇呢一个楼盘啦。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咧都系我 Jerry 啊。咁天气冻咧，咁其实咧最啱嘅系咩呢？
浸温泉啦。相信咧有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应该有去过唔少地方咧，就探过温泉啦。咁当然咧喺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嚟讲，出名嘅温泉咧，其实咧就唔算话多嘅。咁当然咧有一个咧，可能大家一定都知道噶啦，就系、是。江门的古兜温泉，其实在江门古兜温泉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内陆的温泉来的，而在古兜温泉附近其实它下边沿海的地带还有另外一个是属于海洋温泉的一个宝藏来的。没错，我现在就是在江门古兜温泉附近的银湖湾新城，现在今天来的楼盘是叫做白形渔船湾的楼盘项目。今次这个楼盘其实是 新盘全新推出来的，这个发展商就是江门当地一个就都算比较有名气的发展商，就之前做一些基建项目、建设项目和各大一些五百强的房企其实都有合作开，而今次开发自己这个楼盘也都是拿了这个银湖湾新城的核心地段打造一些温泉入湖的洋房单位的。咁啊，今次嘅低银码到啦，有啲就系50几万咧就可以上车，而且咧系包埋一个精装修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咧，就喺屋企喺呢个阳台有个浴缸，每一时刻咧都有温泉水咧出到入嚟，可以供你咧去 enjoy 佢嘅。啊，咁啊就唔需要再去或者去古兜温泉咧去探一探呢一啲咁样嘅温泉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咧入去楼盘项目咧去睇一睇先。镜头咧再次到咗呢一个银湖湾新城呢一边啦，咁今次咧睇嘅楼盘系白形嘅渔船湾嘅，喺呢一个位置。咁其实咧之前如果有留意过 YouTube 嘅观众朋友都知道咧，就呢度咧系有一个当年咧都比较响嘅另外一个银湖湾嘅别墅盘项目啦。咁其实呢一个位置咧系属于新会区嘅吓，咁啊珠海咧其实系呢一块嘅。珠海其實是這一塊，所以其實如果是目前在香港過來，是可以怎樣來到我們這個位置呢？從港珠澳大橋在香港大嶼山這邊出發，然後呢經過了這個延長線，再轉入去這個西部沿海高速，這樣攬一個彎再來到我們樓盤項目這裡。因為呢其實現在在規劃當中是一條黃茅海大橋，現在也都是動工的了，預計未來幾年的時間都會連通，將會是連通段一條香台高速，直接接駁這個港珠澳大橋的。即是將來如果是由香港大嶼山出發直接走港珠澳大橋，而這一條延長線再經過黃茅海大橋，可以直接一條直線來到樓盤附近的，就不需要再好像現在這樣要兜一個大灣再咁樣兜翻落嚟噶啦，所以就會方便快啲翻好多。咁預計未來咧，呢一條黃茅海大橋通過咗咧，由樓盤再翻到去港珠澳橋頭呢一邊咧，香港嘅港珠澳橋頭咧，大概就用時咧一個鐘頭到啦，再多半個鐘頭咧就可以翻到香港噶啦。咁即係個半鐘頭左右嘅車程啦。咁目前就係一個橋嘅方面嘅情況啦。咁再睇翻規劃當中一個高鐵路網先。講到高鐵路網就講翻呢條輕軌啦。呢度咧規劃當中有一條銀州湖城際軌道嘅，大家可以見到。咁佢咧其實係同埋呢個豬豆城軌咧連埋一齊。咁當然啦，呢兩個咧目前咧亦都只係一個規劃方案嚟嘅啫，就仲未咧係提上日程嘅。咁規劃當中咧喺樓盤附近咧會有一個銀湖灣站，銀湖灣站佢哋樓盤咧大概就係2公里左右嘅一個路程啦。咁佢嚟。距離呢一個咧，廣州嘅華南學院江門校區咧，其實就喺附近嘅，即係規劃嘅站點。咁未來呢一個站咧，其實可以通過呢一個珠豆城軌咧，係去到翻珠海呢一邊嘅，或者咧係通過呢一個銀湖灣城際軌道咧，上到翻我哋新會江門嘅最大一個站啦，江門站，之後咧再聯通翻去廣州啊、深圳啊等等其他地方嘅嚇。呢度一個江門嘅大站啦。如果係聯翻珠海嗰邊咧，其實可以向右走嘅。向右走，聯通翻到去呢一個廣佛江珠城軌啦，金灣嗰邊嘅站點，去到珠海機場咧，再聯通翻到去呢一個珠海站，上翻到去廣州等等。亦都咧喺規劃當中咧，亦都其實有一條新斗大道嘅新斗大道，意思咧就係由新會通到去珠海嘅斗門嘅一條大道啦。當然亦都係規劃當中啦。如果呢一條路咧提上咗日程，動工咗之後咧，其實由珠海嘅高欄港片區直接過到嚟呢一邊咧，亦都係一條一路之隔嘅啫。咁當然啦。按照目前的情況最快其實都是這條黃茅海大橋，以後就會更加方便了。所以講回到這個片區先，整一個銀湖灣新城片區它是依靠著這個古兜山脈和下面這個海域而建的，所以整個區域是背山面海。銀湖灣新城它其實是跟珠海平沙新城等等一樣，都是一個
沿海的新城片区经过了整个江门的一个政府的重点打造，它规划呢将会有除了有这些技术、高端的产业之外，都包括有生态公园、沿河的湿地，即是打造一个位于生态当中的一个居住和产业片区。而这个白形渔船湾呢，它就是位于整一个这个银湾新城综合服务区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来的。其实我们再看回到沙盘这边，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渔船湾这边的沙盘模型，其实我看到你的区域很大。是的，可不可以帮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呢，就是周边的大概情况呢，那边是不是其实古兜山来的？是的，我先简单跟你总括一下先。是，我们现在售楼部的位置，我们站在的位置是这里的。是的，其实整个项目你都可以看到我们是背山面海的一个情况的。这边呢其实呢就是这个滨海新城的一个规划。这边呢其实是有这个旅游业的支撑的。旅游业呢是以这个古兜山脉，就是山南洋恒大这样这个天然的一个山脉啦，还有这里本身有这个一地两全的稀缺的一个资源在这里。还有呢我们南面呢就是这个滨海旅游带的。其实这两个旅游带的一个产业呢，每年是基本上呢是吸引了超过800,000的人口呢过来这边去旅游，支撑这个片区的一个消费的。其实呢我们呢除了这个旅游带之外呢，我们在大的基建方面呢，我们项目的西边呢这边呢就是这个创新生产板块的。现在呢落地的现有的这个项目呢叫做新澳重大技术创意园的。这边呢是由这个中科委牵头去打造的，所以呢它这个产业园呢规划在我们5年内呢会落地的了。所以呢后期会买在我们项目的话呢，基本上呢有超过10,000人的一个高新科技人员在这边。再过来这个用地呢就是在去年年底签订的这个澳门的一个健康港这边的。所以这个片区呢主要是以这些高新科技啊、康养啊这个配套会在这边。其实呢我们项目呢就是位于这个板块最中心的位置，门口这条呢就是银湾大道这个双向八车道的。所以我们位于这个中轴线，后期的话呢是为周边去提供这个居住服务和商业服务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是位于这个综合服务板块入边，这边的话呢未来规划有这些这样的商业服务啦，同埋学校啊呢啲配套嘅。再过嚟咧，其实系我哋呢个渔船码头，系我哋开发商同招商中心咧合作经营嘅一个码头。后期如果系需要出去旅游啊，我哋会去周边嘅一个常春岛啊，或者珠海嘅伶仃岛，同埋香港嘅岛屿咧去旅游或者去垂钓都 OK 嘅。再过嚟咧就系头先你哋落嚟见到嘅呢个华纳学院啦。这个华纳学院其实都挺够犀利的，它在2020年的8月份拿地，到去年的9月份已经是落地建成。其实它为什么会这么快会落地呢？其实就是支撑这个板块的一个人才输送的。因为它这个片区呢如果是成立了之后的话呢，它这边是有450,000的一个师生在这边的。就是说它会周边提供450,000的一个人才会输送在我们这个片区。再过来呢你会看到我们这个高端制造板块呢是这个节能环保的一个产业在这边的。所以其实整个片区打造起身的话呢，它会在我们2035年前呢会是超过200,000的一个人口居住需求在这边。而且呢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片区很多用地你都看到，但是呢我们招商中心后期为了它的一个招商用地，所以目前呢它的一个住宅规划用地不多。目前这个片区除了有商业的一个旧的古兜，还有呢这个比较高端的别墅盘之外，我们就是这个区的一个高端洋房的一个项目。Okay. 我们项目的话呢其实都有这个旅游的一个配套和一个居住的一个健身配套在里面的。我们整个项目呢其实是多期去开发。目前呢见到的红线范围内呢就是我们的一期项目。这边一期的话呢占地面积呢是2.2万的。建面是5.4万。你可以见到是4栋洋房加28栋的一个别墅呢组成的。是的。我们目前推出的呢就是一座和二座。在配套来讲的话呢，我们
售樓部旁邊呢個濟州酒店咧，係成個片區目前咧相當於係比較升級嘅酒店。Okay. 因為而家成個片區嚟講咧，係未有大型嘅一個升級酒店㗎。係啦，咁為咗周邊日後一個大嘅基建啊，攞嚟會議啊，或者過嚟呢邊居住咧，就係比較唔錯嘅選擇。嗯，同埋咧，我哋入邊園區咧係配有呢個6000平方嘅海洋温泉池嘅，就仲有造浪池呢啲。係啦，因為成個片區係雖然係有温泉池，但係未有造浪池。我哋係成個片區首個呢個造浪池嘅温泉池的。sorry， 我想大家下造浪池嘅意思係即係話可以沖浪嘅意思，差唔多喺温泉池入邊。温泉池里面冲浪，系啦，小区里面喎。造浪池啊嘛，佢会系啊，喺呢度有6000平方嘅一个泡温泉泡池，其中有一个系呢个造浪池嚟嘅。有几大度？佢而家未有明确嘅一个方案出嚟，系啦。咁咧，我哋入边嘅话咧，仲有就系呢、这个300亩嘅一个自然生态湖。咁咧，我哋而家咧会规划用嚟做呢个垂钓区，即系话以后买我哋呢度嘅业主可以过嚟钓钓鱼。同埋咧，喺我哋售樓部前面有個花海嘅，預計會喺今年嘅3月份咧，啲花啊，基本上都會開噶啦。係啊，所以咧後期可以成為呢個區嘅一個網紅打卡點。同埋門口呢度仲有個海豚主題兒童樂園啊，呢啲配套就喺門口嗰個位嘅啫。明白。係，咁咧入邊咧嘅話咧，都會有啲健康寶道啊，同埋呢啲咁嘅駕空層，一樓駕空層咧，我哋係都設置咗呢、這個休閒啊，同埋。遊戲啊，運動嘅一個配套喺入邊嘅，係啦，同埋我哋一座下邊咧，仲有個書吧，所以咧，我哋既滿足咗客户喺園區嘅一個旅遊配套，同埋住户嘅一個健身配套，同埋我哋呢個度假配套係一個户外嘅，可以出海垂釣啊， okay, 或者去島旅遊啊，呢啲都 OK。咁其實我哋目前有咩產品呢？我哋一座嘅話，二座咧就係、是。細積一房啊兩房呢啲投資户型就係50方同56方嘅，係係啦，呢兩種户型咧，我哋而家咧為咗滿足客户嘅一個投資收益嘅穩定性啦，咁我哋會喺前3年係有呢個反租嘅，哦，係啦，如果你買我哋嘅50方或者56方咧，會喺我哋網簽咗之後1個月咧可以有呢個反租俾你，個租金係一次性打落你帳户嗰度嘅。咁我想請教一下咧，咁佢頭3年啦，等於一次性返3年租金啦。咁佢之後其實呢3年嘅話咧，係租俾酒店定係咩用途？我哋係咁樣嘅，我哋而家咧嘅返租公司咧係呢個洲際嘅一個酒店嘅託管公司。咁咧，我哋咧後期係由呢個濟州酒店旗下嘅返租公司同你去出去運營咁樣嘅。OK， 係啦。咁咧，你其實按照我哋呢度呢個區咧，佢唔係一個限購區啊嘛，非限購區嚟嘅。咁如果首房首貸個客户咧，可以20%其實可以買到我哋嘅細積噶啦，即係打比方我50方嗰啲50萬左右，首期先係10萬，反租嘅租金係5.4萬噶，其實你係實質上幾萬蚊就可以買到噶啦。因為其實咧，我哋大部分都是香港客人為主嘅，咁啊，其實可能香港客人咧20%唔一定做得到。因為之前我記得冇錯，好多20%首期推出嚟嘅都係針對翻當地人至得。廣東省內都可以咯。OK。咁如果你話香港、澳門嘅客户就需要30%，其實就多俾50,000蚊。係啦，你話多幾萬，其實10多萬嘅話，你對於香港、澳門嘅客户都係。小問題啫，係嘛 ？OK，anyway 唔緊要啊。想再問翻就係咧，頭先你講到可以有反租啦。咁如果我唔反租，我自用得唔得咧？都冇問題嘅。咁我哋咪自己用咯。我哋、okay. 你想大啲啊，住得舒服啲，咪有我哋大啲嘅2房、69方同埋79方咯。或者你話想一家幾口住嘅，咁有我哋嘅3房襯辦113，4房係135方嘅。OK。係啦，而且我哋係帶呢個豪裝嘅一個裝修。咁咧，全部採用品牌嘅，而且我哋呢個洋房咧係可以直接喺屋企浸温泉嘅喎。OK， 我頭先我上個示範單位都睇到，係啊，你有個浴缸喺個陽台度。係啊，所以我哋呢、這個即係呢個咁特別嘅洋房咧，其實你喺其他地方係買唔到嘅，而且本身佢就有呢個山海湖全林嘅一個比較稀缺嘅一個景觀之形喺度，係嘛？係咯，再請教翻下咧，就係頭先講到。一座同二座啦，就多少層高？十八層高，2梯7房。係2梯7户。係，因為一座咧，我見到有啲就凹入去嘅，即係每一個層數之間嘅火數可能有啲唔一樣。係一座咧，會喺2到14樓
之間咧就係兩梯七户，係咁咧15樓到17樓係兩梯六户，嗯，18樓咧就係兩梯五户嘅，所以咧佢會根據翻樓層唔同，佢個面積啊有少少變化就係咁樣。OK， 咁我請教再請教翻下一啲比較重點方面嘅問題咧，就係頭先咧就係咪價錢？嗯，價錢就係、是。大概多少度？我哋價錢的話咧，就一房一價，只是話你要平均的價錢咧，我只能同你講大概是10,000元左右。10,000元左右，包埋裝修，係我哋嘅裝修價值是2,600元嘅。係 okay、因為你見到啦，板房有空調啊。明白明白。係啊，呢啲全部都有嘅喎。咁啊，所收時間幾時到？收樓時間咧，係我哋明年嘅3月份就可以收樓噶啦。明年3月份。係啊。因為主體基本上做好就差裝修啫嘛，而家。O K， 管理費係2.5，兩個半，即係50平方大概就係50元到嘅啫喎。冇2.5一方，你50方八。啊 ，sorry， 係110幾。啊 ，sorry 啊，110幾係。咁啊，呢個就係一二座啦。咁有冇講話3、5座同埋啲別墅幾時推出嚟咁？這個會根據我們看一座二座的一個推售的一個速度啦、如果快的話我們3座到5座都會賣完的話，一座二座售興的話我們3座5座都會推出的啦、okay. 剛才我就在試用單位看到前面西南向是有個濕地的、這邊後面是吧？是啦是啦，是這個濕地。其實這個濕地的話將來都其實會有沒有機會會起樓？佢呢邊咧，我哋而家見到招商中心呢邊咧規劃咧，就係、是、呢個濕地都係以水為主嘅，水系為主。係。咁咧，你頭先見到我哋喺板房望嚟啦，呢塊用地咧，佢而家喺度動緊工，就以為平地。咁我哋都會同招商中心呢邊咧去傾過，有望啦嚇，會攞呢塊地落嚟去做呢個食街嘅。哦，即係濕地同埋樓盤中間路邊呢塊。係啊，就係呢個位啊嘛，就呢個位啊嘛，係啊。咁咧係滿足我哋客户對喺食方面嘅話咧，就唔需要去咁遠咯。O、okay, K， 明白。係啊，因為佢後期周邊啲配套上嚟嘅話、肯定有呢個需求喺度嘅。O、okay, K， 明白。好，唔該曬。哦，唔客氣。好啦，了解完模型同區位之後啊，我哋而家就直接入去睇睇佢實體樓嘅示範單位啦。亦都坦白講啦，呢一個門口位嘅一個設計嘅感覺啦，或者行入去呢一個所謂大堂位嘅感覺咧，都係走簡約路線嘅，唔係行一啲金碧輝煌奢華，反而咧就係少少金色加大部分係白色為主嘅一個設計。一個户型49平方嘅一房一廳。OK， 入到嚟嘅話咧，這個門咧同埋一個指紋密碼鎖咧，都係第時一個交付標準嚟噶。其實呢道門咧都幾重手啊，有一種咧係喺酒店風嘅咁樣感覺啦。咁入到嚟咧，見到鏡頭嘅左手邊咧係一系列嘅廚房三件套嘅設計啦，包括呢一個抽油煙機啦、電磁爐同埋下邊嘅消毒碗櫃都係有交付標準，亦都包括呢個蒸盤同水龍頭咧都係嘅嚇。咁咧廚櫃咧都做好曬，咁當然呢個微波爐咧就冇啦，需要後期咧我哋自己去配置翻。係洗衣機咧亦都係冇嘅，但係佢會做好咗呢一個台咧預留翻俾我哋。大家其實可以見到咧，佢咧吊櫃下邊咧係有一個預留嘅洗衣機位嘅，係啦。咁咧其實而且咧佢呢啲用嘅品牌咧都係屬於方太嘅品牌咧，即係廚房三件套系列都係咧比較知名嘅國內嘅一線嘅廚櫃品牌啦。OK， 再入翻到嚟嘅話，呢間咧就係入門口係做咗一間房間嘅。咁個房間咧就有個窗口啦，就唔係啦暗房嚟嘅嚇。咁而且呢間房間咧，其實可以見到就佢包括住我哋嘅地板啦、牆體咧，到時有嘅係乳膠漆，而且冷氣咧都係會交到俾大家嘅。細單位嘅話咧係用咗掛機嘅，咁大單位咧係用咗一個這個中央冷氣，即係仲有一個風管式嘅啦。咁啊，亦都提醒翻一點咧，就係呢度户型嚟講嘅話，佢細單位咧係冇做到天然氣啊，即係大單位做到天然氣嘅，就110幾方以上嗰啲。因為細單位咧關乎一個消防方面嘅問題，所以做到個 open kitchen 嘅，但是咧就用電啦。咁呢個咧就係衛生間啦。衛生間的交付標準的話除了呢個企缸、智能馬桶同埋咧呢一個洗手盆全部都做好曬嘅，包括呢個鏡櫃咧都係我第時一個交標。咁而家亦都見到佢整體呈現住一個咧，好有一個酒店風嘅感覺啊！好，呢度咧就係呢個
客飯廳啦，其實咧，你如果見到咧，佢呢個客廳咧，相對嚟講咧，就會比較就真翻少少，設置喺呢個過渡，但係當然咧，49平方可能人唔算話太多，咁所以嘅話咧，呢一個位咧，佢係做咗一個好兩人嘅餐台位嘅，咁其實我哋中意嘅話，其實可以喺呢度做翻個櫃咧，會更加好翻啲啦。咁我個人覺得，咁第時咧，其實呢度咧就攞嚟擺茶機或者係攞嚟食飯啦，即係餐廳飯廳用埋一齊啦。整一個開間嘅話咧，係3.6米嘅一個開間嘅，而且咧值得留意翻嘅係咧，我哋客飯廳嘅位咧係做咗木地板嘅，而鑑於頭先入門口嗰一節咧，廚房同埋洗手間位置咧係做咗瓷磚嘅，咁啊就會喺個防濕啦，同埋呢一個運動即係客飯廳咧就用翻木地板，另外一邊咧就防濕咧就用咗呢個瓷磚，會更加就令人感覺翻舒服嘅。好，再出翻翻嚟咧，做咗四扇門嘅設計。出边咧系一个3.6米嘅观景阳台，系呢边出嚟睇一睇先。唔净呢个3.6米啦，而且咧咁样头先讲嘅长度咧，其实宽度咧都有成2米几嘅，所以佢个观景阳台咧其实都相当之大，而且咧呢个浴缸第时咧系做好晒俾大家，所有嘅温泉都可以到我哋以後呢個浴缸，係按照10蚊雞一噸嘅收費標準，佢係用咗銀湖灣呢邊嘅海底温泉嘅嚇，而且咧係以後到湖到呢一度，即係所謂嘅温泉洋房咧，就係呢一種感覺啦。咁現時咧，我哋喺2樓嘅呢一個高度，可以望翻到出邊嘅呢一個正在在建當中嘅一個濕地公園景啦，濕地景觀啦。咁呢個向頭咧就西南向嘅 ，OK， 呢個咧就係49平方一房一廳嘅單位。好，睇個56平方嘅兩房啊。哇，分67嗎？對。入翻翻嚟嘅話咧，首先映入眼簾嘅咧就係我哋嘅客飯廳啦，同埋我哋咧右手邊一個 open kitchen 嘅。呢個弧形咧比較大嘅一個感覺咧，就係咧佢都有一個非常之闊嘅一個觀景陽台啦，足足咧有去到成6-7米咁闊嘅呢個觀景陽台。而且嘅話咧，呢個弧形因為佢56平方做咗兩房嘅設計啦，咁同傳統嘅兩房咧有多少出入，因為佢係廳嘅兩邊咧係房間位嚟嘅，大大咁樣會節省翻佢呢一個咁樣嘅過渡啦，就提高翻一個實用率。我哋先嚟睇下鏡頭左手邊嘅呢間房間先。呢個向頭咧係向住東北向嘅，OK， 再嚟欣賞下呢邊呢間房間。呢度咧就係公用嘅洗手同埋浴室嘅地方啦。好，呢個就另外一間細房啦。咁呢間房間咧，相對嚟講就會比較局促翻多少少。咁當然其實攞嚟做單人房咧都 OK 嘅。佢喺出邊咧就連埋我哋頭先一個非常之闊嘅陽台咧。咁啊，頭先我哋陽台未睇啊，我哋依家咧最後重點先擺翻喺陽台嗰度。好，睇一睇我哋超闊嘅陽台。好啦，56平方户型两房，再睇一个113平方横厅嘅户型。呢度咧就见到有一个非常之超阔嘅阳台啦，足足去到成10几米噶，10.3米啊呢个阳台。好，入翻翻嚟嘅话咧，呢度嘅开间咧大概就6.9米左右啦，即系從呢邊到嗰邊，咁啊嘅陽台更加唔止，陽台仲有一節咧係延伸咗嗰邊去嘅。咁呢個弧形設計咧，整一個咧就係、是4四方方，非常之市正。入到翻嚟咧，其實我哋咧先出嚟陽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1、2、3、4，我都數唔清究竟有幾多扇門啦。哎呀 ，keep 住咗，好出到翻嚟陽台睇睇先。呢一隻113平方嗱，隔離見到咧，其實個陽台咧仲延伸咗過去，同埋隔離嗰間房間咧就連埋一齊嘅。咁佢可以做到咧，就每一間係做到嗰間房陽台呢間房間同埋呢一個陽客飯廳咧，都可以望到翻出邊嘅景觀。而且值得提咧，都係有浴缸啊，都係有浴缸，第時都係一個交付標準嚟嘅。
呢、這個就客飯廳的位置，我們呢轉回個角度呢，先再由入門口那邊再重新掃多一次，看一看廚房先。這個廚房做了一個 L 型的設計，亦都預留了一個大位置，其實可以擺到雪櫃的。好，咁啊，再隔離有另外一間細房啦，冷氣都係有嘅嚇。啊，客飯廳嘅上邊呢一隻風管式冷氣啦，而家因為大面積110几方嘅。好，再嚟睇另外嘅兩間房間先。呢邊咧係做咗三房式嘅設計，兩個衛生間。隔離有個公共嘅衛生間，呢、這個公共衛生間咧就有一個飄台啦。好，最後咧就係主人房。其實呢個主人房咧就係同頭先嗰個客房廳連埋一齊啦，連埋出邊個陽台呢度嘅。咁啊，最後咧我哋有一個套廁，套廁入翻嚟嘅話咧，亦都可以預留咗有一個衣櫃嘅位啊。咁啊，第時做都相當之靚仔啦，都要翻到嚟睇翻裡面啦。套廁，OK， 呢個就113平方嘅户型啦。最後咧都補充一下我喺片頭所講到嘅嗰件事啦。其實我相信咧，購買呢啲温泉盤又好，一啲度假盤又好，海灣盤都好啦，好多嘅買家們咧都唔係嗰種優柴優米嘅計數計到盡嘅一啲買家嚟嘅。當然，買的時候價錢越便宜就越吸引，但是他不會因為用了那塊錢或者是試那塊錢一定要用來投資用來賺錢，他就是想買一件心頭好為主，所以本身期望擁有一個自己喜歡的物業，這個心態是很重要，會導致到他們覺得就算未來這個盤未必會令到他賺錢，但是他都願意買下去。我不知道購買過國內物業，特別是指這一類溫泉盤、度假盤的人士想法是否跟我說的一樣，可能有些人不是的，他真的原來香港死慳死抵特意在國內買一套靚樓回來擺都未定的。咁假如咧你係呢一類樓盤嘅業主，都可以講講咧你購買時嘅心態啦。嗱，今集嘅內容嚟到呢度先啦。如果你真係對呢一個白營漁泉灣係感興趣，歡迎聯絡我哋攞啲資料睇下幫唔幫到你啦。下條影片再見。市家兄弟呢條頻道同團隊一直以嚟都喺你大灣區置業嘅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嘅服務。除此之外，我哋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户型嘅優缺點、風險因素，無論係購買前嘅諮詢同分析，以及購買後嘅回款、簽約等等，我哋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嘅收樓及協助辦理各項證件文件等等，確保俾到你最貼心嘅售後服務同跟進，成為你置業道路上嘅得力助手。現時我哋喺港島嘅銅鑼灣以及九龍嘅旺角都有两间实体嘅门店，欢迎你随时上嚟查询各项大湾区置业嘅资讯。我哋期望为每一位观众客户寻得最理想嘅安乐窝，以至系投资物业，热切期待你嘅到访以及咨询任何关于湾区置业嘅问题。如果仲未订阅我哋自家兄弟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嘅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